咁因為佢頭髮好油喎，咁我哋噴啲鹽水落去，等佢鬆翻啲，有力啲。跟住就吹乾佢。咁啲咁貼嘅頭髮咧，其實我哋吹嘅時候咧，最好就攞個 brush 咁樣擦佢頭髮啦。即係倒翻轉個吹頭香，譬如向下低山嘅度，咁樣調翻轉嚟擦擦翻鬆佢，咁啲頭髮會鬆好多。咁而家啲頭髮係咁樣向下咁樣攤出嚟，咁我哋咪倒翻轉咁樣擦咯，一定鬆喎，咁樣倒翻轉嚟擦。嗱，咁吹到乾曬之後咧，就吹個尾咯。嗱，咁樣揸佢。等佢亂翻啲咯，因為噴完鹽水之後咧，佢條頭髮個質感係唔同咗噶，所以好容易就整咗啲 texture 出嚟嘅，即係譬如呢啲啦，出下佢咯。嗱，咁有時如果見到呢啲咧個尾，我哋想佢咁樣飛出嚟咧，可以咁樣捉住個尾，然後攞個風筒咁樣咯，咁樣揦佢一陣，佢就 hold 到噶啦。咁最後吹好曬，飛上去 hold 翻住個形。